好，各位好人们晚安。哎，咻咻咻，调整一下麦克风。好，声音应该有听到吗？好，今天是礼拜六，那。根据我最近对于市场的整个观察的判断，我发现大家已经开始闷不住了。大家已经就是从上个礼拜周末开始，好像疫情什么的，大家对于就是这种担心好像已经不是很存在了。就是开始往外爬爬走，然后各大景点啊，开始有人潮出现了啦。但是还说不上是一个就是爆满的状态，但是确实是有一些人潮出现的。那所以这个礼拜，我看我脸书上的朋友们，大部分也都有出去度假啦，开始去外地住饭店啦、旅游啊，有些就是休闲活动已经又开始展开了，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是闷坏了，不过接下来的情况会怎么样也很难说啦，我们就再观察下去。OK，然后其实今天是我第15天的，就是录影直播。那这15天来，应该说是连续15天的录影直播啊。那重要的目的就是，我还是讲嘛，就是一天进步一点点的直播。那现在目前为止来讲的话，针对于这个直播的软体的应用啦，然后还有它的一些功能的部分，大概已经差不多了。当然口条的部分有些东西还在调整。那自动抓字幕的部分，就是软体要判断我的口音好像还不是那么的准确，还是很多东西要修正。那不过90%大概60-70%以上的任务差不多已经完成然后从我第一天就开始讲的，就是你们看到这个背景看到这个背景，就是还是仓库的样子库玛的家还是在那里，然后我们堆衣服、堆棉被的仓库的位置还是在这里这个部分还没有开始做调整，不过。陆续就是已经准备要开始做这些的动作，那因为这个光我整个的现在暂时先搭建好了这个直播平台，可能整个都会做一个大部分的移动，因为接下来我们会需要一些灯光，然后会需要不同的镜头前2天也有大概试一下镜头给大家看过了，就是2个不同角度的镜头，然后接下来就是要不同的麦克风。就是音源要进来会不会打到？其实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啦。就是这个时代有很多媒体的制作，其实都可以在自己家里完成，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要经过一些学习的。那现在 YouTube 上面或是网络上面都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内容，可是这些学习的内容，它就是你虽然看他这样讲，可是。你自己实际上试了之后，效果有没有这么好，或是符不符合你的需求，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所以这15天的直播，我们的第一个阶段目的性差不多已经达成然后就是后面要准备开始准备我们的双人的直播，就是你们也看到陈天喜会开始进入，然后我们开始会有一些双人的一些对话等等有些内容啦这已经陆续都在安排当中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建议，然后也有很多人对于就是说直播可以讲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像包括我自己就很想要讲书，我超想讲书的。可是大家知道吗？那个 YouTube 上面啊，各大名人就是算是蛮有名的，比如说一些不管是作家也好啦，然后文青也好啦，网红也好啦，他们只要在上面办理读书会。收听率都超差，也就是说，就是书这件事情，虽然有很多书的内容是绝对是很棒的，然后甚至会符合一些我们生活的现状啊什么的，就看了你会很有感触的书，很棒的书，很疗愈的书，可是
就收听率跟观看率都奇差无比，我就想说，那就代表是台湾人对于书的需求性非常非常低吗？不然其实有一本书就是我想讲很久了，像这一本，游牧人生啊，这本书是我少数就是我看书，但是我却还没有把电影看完的，就是一个作品哦，很多都是看了电影之后再去看原著小说，而这本《游牧人生》是我看了原著小说之后，我一直没有还没有看他的电影作品。不过我相信相去不会差太远，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故事性结构很强的书籍，它是一个很划时代，就是一个不能说划时代，一个时代的概念的一个东西哦。这好吧，有机会讲。我是真的很想讲啦，因为我觉得那个将来台湾的生活可能就会往这方面去发展。OK，好，那个曼玲晚安，现在才吃晚餐是吧？嗯，好，还有谁？如果有谁上来了，帮我丢个留言，让我知道一下你在线上。然后这一点是我还真的是有点搞不太清楚，因为好像有些人的直播就是一直可以看到说谁上线。可是我都看不到谁上线欸，真奇怪。Sky 上线了，Sky 你，Sky 我已经连续播15天了啦。今天是第一阶段的，我们就当做第一季吧，好不好？哦，还有封建老师，Sky 你还在中国吗？还是回来了？OK，好。虽然就是他们人就丢点讯息，要丢讯息我真的才看得到啦，其他我都看不到。好，Lily 什么时候出关写一下，好不好？我不太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离开你家，可以出关啊、哦。然后现在有很多的，就是朋友嘛，都确诊在家啊、哦，那也都不严重，至少就是说政府给的数据是99.7%，大部分都是轻症啊。那我自己周遭的朋友也大部分是轻症，好像没有听到特别严重的，就可能最多最严重的发烧发2天吧，算蛮严重的啊。哦啊，Sky 回国很久了，确诊解封的时候，恭喜恭喜恭喜！好，啊，所以这一波疫情的情况下，我觉得它没有造成就是社会太大的恐慌啊，因为很多人都陆续都已经确诊得过了，然后也都就是解封了，所以代表还好还好哈，就是没有很严重。OK，好，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哈，就是说选在这个第15次的直播哈，因为我一直想要讲一些时事跟台湾有关的，因为台湾很多的新闻报道出来，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觉得说哇，很耸动啊，很有争议性啊，哦，那今天当然最有意义的一个新闻应该是戴资颖逆转嘛，哦，大家不知道我们去看一下戴资颖逆转，哦，那个连续5个赛末点被破。就是破了那个陈宇飞的赛末点，然后那个很精彩，然后这大概是值得庆幸的一个新闻。其他的一些新闻，这种就比较不属于我的涉猎范围，比如说像是蔡英文拍板定案说谁要去选桃园，谁选哪里这个事情就比较不是我的范围，因为这种事情在台湾民众里面，有时候我们觉得这种选举新闻好像跟我们很有相关，就是说，民进党派谁，国民党派谁，然后我们将来的县市首长会换成谁，我们有时候会很热衷的讨论这件事情。可是，说实话，到底跟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最直接的关系？这个大家心里住在台湾，心里应该都有点感触啦，好吧，都有点感触啦。OK，所以我们现在在面临一个乱世的情况下，我希望可以整理一点新闻。多多少少跟我们的生活有点关系，因为接下来的生活可能大家的日子都会比较辛苦一点，我觉得，哦，因为台湾的经济现在陷入一个我觉得不好逆转的一个现象，啊，不好逆转的一个现象，而且总觉得还是有一些大事情会发生。我讲一个案子给大家听，也不算案子，就是说讲一个大家都会有感触到的事情，就是说。最近大家都知道，物价上涨、上涨、上涨、上涨哦，大家都感觉哦，今天你去买的便当店涨价，你去买的鸡排店涨价，你今天去买的卤味店涨价，你的生活周遭、你的食衣住行娱乐很多东西都涨价了哦。那
这一波涨价，其实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说我们社会一直在成长的情况下，物价上涨是可以预期的。所以你现在想想看，你从你现在开始的年纪扣20岁，20年前的物价跟现在差个2倍以上不为过哦。所以这个涨价是都可以了解的。那大家也都会一直抱怨靠腰说薪资没涨哦，这一点我相信也是很有感触的。但重点是这一波涨得特别厉害啊，涨得特别厉害，那所以大家的感触特别深刻。可是大家都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一个包括小吃店、包括便当店、包括餐厅，他们都会调涨。什么时候调降呢？你们在台湾活了这么多年以来，有曾经遇到过说？我讲的不是个别案例哦，就说什么他可能打个折或什么，我不讲的不是这种个别案例哦，我讲的是整个市场，然后调降，说哦，物价成本降低了，哦，人事成本降低了，哦，所以我们所有的餐饮售价全部下降，这样子，大家有遇过这种情况吗？绝对没有的吧？那没有这样的情况下，请问一下哦，物价到底什么时候会下跌？啊、哦，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有没有答案呢、啊？哈、哦，物价什么时候会下跌？啊、哦，那如果不知道答案的话，稍微想一下哈、哦，在我们父母那个年代，物价新台币开始使用，然后就是很多东西都几毛钱几毛钱在算的，哈、哦，一碗面3毛钱什么的，然后到现在一碗面50块80块啊。哦这样子上来的，那什么时候回到几毛钱啊？会回到这个就是一个经济学很有趣的原则，就是说，整个经济在跑的时候，就是说，当人们只付得起几毛钱的时候，那它就会是几毛钱。那很多东西，包括邻国，包括很多东西的一些很复杂的东西。但总而言之，你的物价如果要回，就是要降回去的话，就要经过动乱。哦，战争是一种动乱。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一种动乱，所以大部分的物价大幅下跌都建立在动乱上面，这个是有可能性的一个未来啊。所以我说，台湾的未来其实我觉得总是会走到一个极致化，没有办法再上去了，也没有办法在人民再也忍受不下去的时候啊。所以，在那之前，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调整好自己。所以，大部分是好人，我取这个频道的名字，我只是。暂时性可能是说，将来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接近大家聊天室的啦，然后或者是说，一些聚会啊什么，就可能感觉取暖是，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变成是一个有机会发声的一个团体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哦。但回到我们个人啊，就是很多事情都还是要我们自己去准备好，不管是我们的。实力，然后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各种面对这个世界的想法跟观念，哈、哦，这个都是，哦，所以都要注意，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好，那我要开始讲一下这个今天被我挑选出来的2则新闻，哈、哦，跟我们稍稍有关，啊、哦，我想一下啊，先讲 AV 女优还是先讲警察？总觉得 AV 女优比较精彩，放在后面讲哈。先讲警察好了 好不好？警察这个事情是这样了哈，就是说，这个事件本身并不是我要讨论的事情，因为这事件本身后面有一些玄机啊。那我要讲的是这个现象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写的哈，远景连续开单。30几张哈，然后有网友戏称他是连开一整条街，整条街这样一路开下来。然后这是一个失信员警，那这失信员警呢，他原本在台中的水南的第5分局，然后他后来长官认为他被投诉太多，因为他一个月开300多张的罚单，所以他后来被调到了这个所谓的大甲分局，然后。这个事情已经上过一次新闻了，然后昨天他又就是又发了文章，然后又连续开了30几张单这样子，然后造成居民的不满啊。但这边有个前提，我先讲一下，他被调职中间有另外一件事情，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也有检举他的所长，
就是检举自己的长官了哈，检举自己的所长就是有就是意领，就是说去多领了一些激励奖金的一些事情，就是说伪造一些事情，然后去获得激励奖金的一些案件这样子哦，然后所以他后来被调职。那所以有些人是说，他开这么多张罚单，受到这么多的民怨，只是刚好是一把就是就借刀杀人这样子啦，哦，但这没关系，这个背后的阴谋我们先不管。但是我要讲的事情是，确实他连续开这么多张单，对于很多居民来讲就产生很大的不满。那这个观点我就很好奇了，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想看看哈，就是如果一个远景啊，不要讲一个远景，如果全台湾的远景。他就是看到任何一点的违规就开，就是照规定来嘛，反正我们法律这样规定，我们就这样开，哦，不要讲什么劝导啦，不要讲什么什么什么人情啦，我们就不要，因为我们台湾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情理法的一个社会，先讲情，再讲理，再讲法啊，所以法是最后哦，法是甚至有人说法律是道德最后的界限这样子哦，法律是最后，可是如果我们台湾是一个就是一点点事情，只要违法了，我们就开单，我们就罚钱，变成是一个重罚的一个社会，好像人家说像新加坡一样，哈，就是说就是治乱是用重点，然后我们完全不要放过，哦，停车稍微超出来一点点开单，哦，然后占用一点点骑楼开单，哦，车停在自己家的骑楼开单，哦，因为骑楼很。规定可能不能停车，你要还给人就是用路权啊、哦，然后任何一点的超限停车超限开单啊、哦、等等的，台湾会不会比较好？好、哦，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严格执法的话，那现在很明显是这个警察他严格执法的情况下，似乎是受到了一些反弹的一些声浪啊。哦大家可以想看，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是不是都有一点点违法的可能性？好，那我们什么事情都开单都罚钱的情况下，台湾会不会比较好？想一下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是几年前的一个新闻，有一个12岁的孩童违规过马路，哦，他自己在外面就回家路上违规过马路，然后被警察叫过来，哔哔哔哔哔，然后开单，哦，然后300块，哦，违规穿越马路这样子。那回到家之后，这个小孩就什么话都不敢讲啊，就说哇，因为被开单了，然后就很害怕被骂什么的啊。然后爸爸就问他怎么啦，他说哦，已经就是因为他怎样怎样怎样就被开单这样。然后爸爸就认为说，这个警察会不会太夸张？小孩子才12岁，这么小，那需要被就是直接开单吗？不能用劝导的吗？哦。那这个新闻跟这个是几年前的新闻，我看一下，这个是一下找不到，一下找不到，那就几年前的新闻啦，然后2019还2018的新闻，那这样子的一个新闻来讲，跟上一课一样啊，小孩子过马路需不需要开单？所以这件事情上了网络之后，就网友就论战啊。有人觉得，开这个单给你儿子一次教育，他这辈子再也不会乱闯马路，可能是救了你儿子一条命欸。哦，有网友这样讲，那有网友也觉得说，小孩子其实可以用规劝的，不见得是一定是要用罚单，我们不是马上就要用社会的铁拳给他捶下去这样子，情理法，法理情，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下。12岁的孩子如果违规过马路，不算严重的事情啦，需不需要开单啊？那这个另带一提，就是说有比较戏剧效果的，虽然听说都是真实事件改编的，在 Netflix 上面有一个叫做《少年法庭》的韩剧，我拍得非常好，非常好，就在讲少年犯罪的事情，哦，有相关的讨论，大家有事没事也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再来第三个。啊，这个跟我本人也有息息相关啊！我对于这个规定实在是我非常的不满，就是大概也是几年前啦，几年前就是说政府开始规定说汽车啊，汽机车
特别是汽车，特别针对汽车要礼让行人这件事情。汽车要礼让行人，或者人家说什么大车要让小车，哦，等等的，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在，我们先不要讲法律，我们就讲道德上，道德上听起来好像就是正常的事情，我们就应该是要礼让行人。那台湾很多时候我们就会不礼让行人啊，然后让行人过马路哦，就马路如虎口这样子啊，所以到了一个程度。政府觉得他应该要有所作为，所以他就定了一个法律说，台湾的汽车必须要礼让行人。你如果不礼让行人的话，我就开罚。听起来很有道理哦，听起来很有道理哦，但是他制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是有点吐血啦。就是说，请问一下，礼让行人这件事情怎么认定？怎么认定我有礼让或是我没有礼让呢？那他其中这一条就是你。距离行人的那个，距离不能超，不能接近3公尺内。也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走过来，然后你车如果要开过去，哦，他如果跟你有3公尺左右的距离的情况下，你才可以过去。但如果低于3公尺，你就必须让他先过。好，这个事情听起来好像有数据、有科学，但。请问一下，3公尺的认定在那个当下，我说真的，当两个物体是动态的情况下，你怎么去衡量这3公尺这件事情？好，这里插播一个这个月才发生的愚蠢新闻，就是说有一个人车子停在白线内被开单，他就去申诉，说我车子明明停在白线，为什么要开我单？结果警察给他的回复是。那个白线如果超过，对不起，细节我有点忘记，就是超过15公分的宽，就那个画的那个白线的宽度啦，是超过15公分的宽，还是没有超过15公分的宽？哦，就其中一个，它才可以停。如果没有15公分的话，它就不能停。然后记者就嘲笑这件事情，记者就说那意思是说，大家平常在停车的时候要随身带把尺下来先量有没有15公分。这就是我们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很奇妙的地方哦。好，回到刚刚那个3公尺这件事情，我们政府在制定这些法律的时候，非常喜欢作秀，就说我今天如果定了这个法，那就代表我要执行，所以这个法刚开始上路的那几天，我就要严格执行，让你知道说我是玩真的。好，所以在那几天就发生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比如说有的警察就躲在那边看你没有。3公尺，然后跳出来，然后就帮你开单哦。然后这种事情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说哦，好可怕，好可怕哦，警察真的会开单呢。所以在路口的时候看到人走过，哎，车子真的礼让行人不敢过哦。可是有时候是那个距离明明就大于3公尺啊，好、哦，大于3公尺的情况下，那、啊、你又不过，你又不敢过，那、一过又怕警察不知道从哪一个地方跳出来，哔哔哔哔哔，又开单，然后后面就开始塞车。因为台湾的路口的红绿灯的时间是，说真的是不够的。我们路那么窄，然后车那么多，我们的城市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规模，所以我们的交通要道就是那几条。然后车子等于是我真的活生生看过一个红绿灯过不了2台车，然后后面全部回堵，然后就为了行人那3公尺啊。哦那我这意思是说，我并不认为说我们不应该礼让行人，而是在这个方面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规定可以更符合台湾的城市的交通的概况啊？那我这样讲吧，我在美国生活的时候，说真的，我过马路我真的没有压力啊，因为你在那个环境久了，你就会知道说汽车一定就是会礼让你啊，你走得再慢，汽车就是会礼让你。然后任何一个路口，只要有一个停止的符号，他们叫 stop sign，一个 stop sign 在那边，就是会停，没有车会忽略那个 stop sign 冲过来撞你。所以你在美国走路怎么走，你就觉得你很安全。所以如果说线上有就是长期在美国居住过的朋友，你回到台湾，你会突然间不敢过马路，因为你会发现摩托车、汽车。它的速度跟距离就离你好近，你会不敢过马路。
我自己的朋友、周遭的亲戚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我自己也有。我真的不敢过马路，就是回到台湾，我过一个马路，我要聚精会神的等一下，这样子哦，确定真的能过哦，我才敢过。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美国他们有这样的文化很好啊，但美国的土地跟资源，它整个匆忙度、它整个民族性，跟我们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从 A 点开到 B 点，说真的，耽误他2分钟，他没差，因为他从 A 点到 B 点可能要开8个小时。台湾不是啊，台湾从 A 点到 B 点可能15分钟，那你耽误他2分钟，就耽误他百分之，算了，反正就大概10几%的时间。然后台湾又是一个被，就是功利主义，因为我们的资源很少，我们的竞争很强，好像。今天我少赚1块钱，少夺1分利，对方就会多占走一些资源。所以我们在争分夺秒这件事情上面，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性，赶赶赶，快快快这样子，然后什么事情就会造成一个不礼让的一个结果啊，这可以理解。所以我们在跟美国民族性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去制定出一个就是大车让小车，然后。就是又能让这个社会的整个运转，就是通畅的一个方法。我为什么要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讲了嘛，一个法条下去，政府为了让你知道说我是玩真的，就是那个法条下去的可能1、2个礼拜，甚至1、2个月，它就是会严格执行。可是严格执行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些民怨，产生一些民怨之后，发现哎，好像会阻碍这整个社会的一个行进啊，整个交通啊，什么有一大堆的问题开始发生的情况下，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当做没这回事了，就是有这一条跟没这条一样，然后就开始自由新政。什么叫自由新政呢？就是警察今天叫做大家民众都戏称说，警察今天如果缺越缉。哦，我就拿这条出来开一下，反正我有这条可以开啊，只是平常我要开不开而已啊。所以当大家已经又觉得说好像又没有关系了，怎么样怎么样之后，他就拿这条出来开，哦，所以又会造成很多问题。所以我们的法律就是一种，就是参考用啊。然后执法者就是他想拿出来用的时候，他就可以拿出来用；他不想用的时候，他就不用。哦，那但是这一点我也不是说要怪警察。因为我觉得很多警察也非常的无辜哦，因为我有翻到一条新闻是，好像也是今天的新闻哦，没关系，我凭印象讲，这条新闻是这样，就是有一个警察，他发现有一个阿伯骑着一台非常破烂的组装摩托车，那他觉得这个阿伯行迹可疑，于是就把他拦下来。发现这个年纪非常非常大的阿伯，好像70、80岁的阿伯哦，无照驾驶，哇，70、80岁无照驾驶，然后这个警察就觉得这个状况有点特别，所以他就跟就是得有点护送这个阿伯回到他家啦，然后回到他家之后，他发现说这个阿伯他们家境非常的贫寒，然后这可能这个破烂摩托车也只是他仅存的交通工具了哦，所以他那张单。因为无照驾驶，你要开单嘛？他无照驾驶那张单，他开了一半之后，他开不下去，他心软，他开不下去，就觉得说，哇，这个阿伯家里都已经这样子了，他要去缴一张无照驾驶的罚单。无照驾驶应该几千块到一两万吧？啊，所以他开不下去，所以他就在那张单上面就涂销了，就说算了啦，不要开，就放你一马吧。啊，我相信很多线上的朋友。都一定有被警察放过一马的机会，心中心怀感恩，会有。所以我觉得警察在这个尺度上的拿捏，也都会有个人一种情感上的这种尺度，我觉得会有。好啦，可是问题就是他出问题就出在说他把那张单涂销了嘛，涂销了之后呢，他后来又去别的地方开单，好，他就想说这张涂销了这张单，反正还有很多空白处嘛，所以他就拿涂销的这张单开了另外一个人的红单。然后那个人就觉得说：“哎，奇怪，为什么我的名字旁边又涂销别人的名字什么？”他就觉得这张单有申诉的空间，就不想缴钱嘛，有申诉的空间，所以他继续申诉。所以这个事情就爆开来说：“哦，原来他没有开那个阿伯单的事情就爆开来。”结果就被当地检察官起诉说：“
起诉这个警察哦，哦，因为你该开单而不开单，叫做什么图利罪、哦？我相信台湾很多人没听过这件事情啦，警察放你一马，这叫图利罪啦。哦，当然这在法律上有一些解释的空间，就是说，检察官的意思是说，无照驾驶他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就是无照驾驶这件事情，只要发现就一定得开，哦，他不像路边停车，哦，前一阵子有徐巧芯议员的新闻嘛，哦，路边停车去讲到说是不是有劝导或什么的空间，哦，有些法律上他，你看嘛，我们就是情理法的国家，我们还有劝导的空间嘛 ，OK， 无照驾驶是没有劝导的空间的，但你发现了无照驾驶，却因为一时心软而没有开单，它叫做图利罪。然后一审，这已经判了，一审法官判无罪。我觉得法官也觉得，虽然台湾人一直在讲很多恐龙法官，可是我觉得法官也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不应该这么没有人性。一审判了无罪，检察官不服上诉，反正你就是图利。所以你看警察怎么做，这个警察又是他受了这样的一个震撼教育之后，说真的啦，要是你下次你是这个警察，你下次会有心软的空间吗？哦，那台湾要走向完全的法理情，还是能走我们的情理法呢？哦，这个我觉得都很值得商榷啦。哦，但我认为台湾的民族性，哦，我们很多的法律都是参考国外的制度来的。哎，别人怎么定，别人怎么样，我们有一些立法院早期不是一些参访团吗什么的，然后去参考国外的法律。那问题是你参考了国外的法律之后，有没有适合台湾的民族性呢？以及台湾的民族性还有什么事情，就是特权。大从大官，小从民众，我们都有特权的心理， 这不用怀疑，我们都有。所以在更早期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被开单，你认识个议员，消个单小事情，就好像很正常的事情。就觉得大家走后门有特权这件事情，那特权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有没有？一定有，绝对有的嘛。那造成说，你今天定一条法律，大官或是有权力或是社会上有声望的人，他可以不用遵守，可小老百姓却要遵守，所以他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社会冲突跟问题会发生。所以我们的法律，我觉得一直要讲什么司法改革啊，然后一些立法委员要修法啦。跟你讲，我觉得台湾吼还早啦。所以我上面的这个跑马灯大概有写啦，我说守法很重要啦。但问题是，到底是我们要人去守法呢，还是法律要适用我们的人呢？但最后就是我相信短期之内的改变会很困难。最后就是叫做各自倒霉的恐怖平衡。什么叫各自倒霉？就是开到算你衰，没开到那就算了，就这样。然后就这种事情就会一直不断的发生。所以这一点在台湾社会上要进步，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事情。好吧，所以这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个新闻。好，那 AV 女优来了，中间再插播一下，我前面有讲到，怕刚刚有人没听到，那个戴资颖今天打败那个陈宇飞进决赛了，那中间很精彩，就是逆转胜，真的是逆转胜，因为他一直被逼到赛末点，连续救回五个赛末点，然后逆转陈宇飞，然后打进决赛，这个是我觉得今天台湾很值得开心的一个新闻。OK， 好，再来是来自日本的新闻 ，AV 女优啊，AV 女优这个新闻，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有多少人有看到啊，就是有一个日本的 AV 女优，她的本名叫做铃木良美啊，那她入围了。就是日本的，就是芥川龙之介赏，芥川赏，这个芥川赏是一个作家 的一个奖项，有点像是作家界的像奥斯卡奖这种东西，就是日本很重要的一个写作的一个奖项。日本有两个很重要的奖项，一个是芥川赏，另外一个叫直木赏。那直木赏比较偏向是一个小说，更倾向于颁给一些已经成名的小说家，然后又创造出很厉害的一些小说等等。然后芥川的话，就是说会比较鼓励一些新人啊，或者是说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就是
戏剧小说类的那种感觉的作品啊，就是会在芥川赏这样子。哦，那芥川赏的话，每一年会颁两次，上半年、下半年各颁一次。而这个铃木良美呢，她是入围了2022年上半年的这个芥川赏。哦，当然入围还不等于得奖啊，可是能入围这件事情，就代表说他的文学造诣，这已经不是一般人随手写写文章就可以的程度了啊。那这件事情，大家就觉得说，哇，好像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新闻，大部分都知道说，诶，他曾经当过 AV 女优，那当了 AV 女优之后，然后后来隐退之后，后来就去写作，然后写作就是芥川赏这样，就好像很厉害哦，人怎么可以这么励志这样？但实际上这件事情它有更多的细节哦，台湾有些媒体有报，但是大部分没有讲这么细节哦。首先第一个，这位铃木良美呢，她当年她是考上就是很有名的日本非常非常有名的大学，她学历非常高哦。她的学历，她是在大学的时候是先考上了叫做庆应艺塾，好难念哦。庆应艺术大学，哦，庆应艺术大学。那这个大学在日本是非常有名，有非常有名的学校，就是台清教成这种等级的学校，全亚洲排名40名左右的学校，很厉害的学校，在文学上造诣非常好的学校。然后他还考上硕士，他的硕士是东京大学的硕士，哦，日本第一学府东京大学的硕士，哦，所以这个代表说，这个女生她的学历是非常高的。那学历高这件事情，大家想说会不会因为学费所以要去当 AV 女优？错，她呢家里也是很有钱的，因为她爸爸是法政大学，就是日本法政大学的名誉教授，然后她妈妈是就是也是一个文学名人，专门做翻译的啊，所以她家里的就是经济状况一直是不错的，她就读一些什么私校啦，哈，私立小学啦，然后一些有名的私立女校这样子，所以一路上去，她的成绩就可以考得很好。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大家记住几个前提哦：第一个不缺钱，第二个学历很好，然后为什么当 AV 女优？哦，大家就对于这件事情有很大的疑问哦，好像说我们今天就是如果有人去当 AV 女优，要么就是缺钱哦，要么就是想要一个名声或干嘛的，可是，在这样一个文学的家庭长大，为什么当 AV 女优呢？哦，好，感谢天喜帮我贴了这个，天喜贴了这张图，我跟大家讲啊，今天就贴了这个新闻，就今天这个新闻啊，那在我讲出他为什么去当 AV 女优的事情之前，这样好不好？我们先上一张火辣的图。她在当 AV 女优的时候，她用的名字叫做佐藤琉璃所以她不是用本名，她是后来被人家爆出来，就是说她有曾经当过 AV 女优我特别选过这张照片放在我的脸中间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特别选过这张照片呢？特别选过这张照片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他已经先帮我打好马赛克，所以我不用再处理了啊。第二个就是，他也是属于胸部非常大的女优这样子啊。所以，但是看着这张照片哦，麻烦一下哦，大家帮我想一下哦。他家很有钱，父母都是读书人，一个是名誉教授，一个是翻译家。他从小充满着文学素养，考上日本很好的大学，更在就硕士的部分，更考上东京大学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在这样子的一个你现在看到这个形象下面，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好哦，这张图佐藤琉璃，自己去 Google 很多，我先回复到我帅气的脸庞了。好。礼拜六晚上不知道家里有没有小孩子，不知道看到这个哈，但没关系，马赛克挡好了哈。OK，所以就有人就觉得说他是不是精神方面，或是有些你知道吗？有些乖学生，就是家里一直逼他读书啊，然后他就不爽啊，叛逆啊，然后就当 AV 女优啊，去干嘛的啊？哦，他也不是走这个路线啦，哈。那在2014年的一个访谈里面，日本有一个网络的媒体，他说乌托邦。
乌拉乌在他的访谈里面，我看了整篇的访谈，我看他蛮多访谈的啦。那其中这个访谈，我觉得有一句话应该比较能代表他那时候的心声，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先去了所谓的酒店啊，日本所谓的女公关店，就是陪客人喝酒啊，或者是带出场有性行为的这种所谓的女公关店哦，夜生活店工作。然后后来就是被引荐之后才去拍了 AV 哦，他的进入 AV 的历史是这样子的。然后，他在那个乌托邦的访谈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有一种想法，就是觉得当你一切你生而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是不是所有的一切就是你很难逃离的领域？比如说你家可能从小就是做生意的，或是干嘛的，你可能就很难离开这样子的一个领域，或者说你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农村，你就是很难离开这样的领域。所以他一直觉得说。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是说，他勇于去挑战，就跳出他的舒适圈的概念。他心中一直觉得，好像不是应该都固定在人生，不应该固定在差不多的范围内。哦，他是一个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只是他这样这一跨是真的跨得非常非常的大哦，从好好的学霸，然后就变成了这个女公关，再变成 AV 女优。OK，变成 AV 女优之后，他的拍片量也不少哦，70几部片啊，然后后来隐退。隐退之后呢，他去当了记者，所以他从所谓的光碟上消失之后，他其实有持续出现在荧光幕上，因为他去当了记者，当了5年记者之后呢，后来决定自己写作。他写的作品大获好评的很多，就是跟他当年一些夜生活有关的一些事情，因为他后来是，他本来没有，他没，本来没有。就是大肆的承认说他有做过 AV 女优，然后他现在是记者，然后现在当作家。他没有这样，是有一个周刊报道把他挖出来的。他本人也没有去否定否认这些事情，因为他觉得这就是他的一个人生历程哦。那别人怎么看他是一回事，可是他从中间去学习了非常多的东西，所以他把那些东西变成他人生的一个真实感受，写了书出版，让人家去了解到很多。所谓的夜生活的一些感触，哈，特别是他最近入围的这个，入围的这部小说叫做《资优》，资优生的资优，他也是在讲一个夜店女公关跟一个重病的妈妈互动的一个故事。那我当然没办法看啦，因为那是日文的，所以也还没有翻译本。所以，重点就在于是说这个整个一些亲情啊，还有一些夜生活的一些东西，他写得非常好，所以才会入围嘛，啊。所以他把这些东西完全吸纳成他人生的养分，而不是说身为一个 AV 女优，然后跟很多男优做爱，然后就赚了钱，拍拍屁股走人。没有，他看了很多的世界，把这些东西就是汇结成他人生的果实，然后把它结出果来。重点就是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我发现很多人很少有的事情，就是说。你今天不管你在做什么工作，在做什么领域，或者在干嘛，就是常人家说什么工作不分贵贱，屁啦！我们社会工作就是有分贵贱哦，就是确实是有分贵贱。可是分了贵贱之后，你有没有办法在各种不同贵贱的工作里面去，学习到一些事情，然后把它变成是你下次的经验啊？这就是我必须讲，这是聪明人在做的事情。所以这一位，一下忘记名字，铃木良美啊，对，铃木良美啊，铃木良美，她就是有做到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她的，我相信她的传奇还会继续再下去了，然后她的人生最后会到什么样子也不一定啊，可能会有很多更大的意外啊，但总而言之，就是怎么样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把这些东西汇整成你的内涵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我自己也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应该是这样讲哈，习惯啊，就是我前几天那天哦，那天晚上讨论的很热烈哦，我的夜生活的部分，大家就是我们在夜店鬼混的那几年，哦，我其实我不要说认不认真，但至少我对于说调酒啦，对于一些夜店的一些经营模式啊，然后他们的一些什么方式办活动什么。其实我吸收蛮多东西的，就后来我也自己办活动也干嘛的，那甚至包括我有讲过，就是有一些酒店的一些经历嘛，那个还没有机会开直播讲，maybe 以后有机会再说啊，那些都是一些
养分，那这些养分我都有把它吸收进来。那我最早期的养分，就是我大学的时候读了经济系，然后后来我做了行销企划，我接触到非常非常多各行各业的人，各个不同的东西，我都有把它吸取来做我的养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才有源源不绝的有一些东西可以输出。好，那这里插播一件，既然讲到酒店，我插播一件酒店的事情给大家听。几年前有个网络笑话，我看到那个网络笑话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笑。我不觉得好笑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写出这个网络笑话会觉得可能很好玩，可是我看到我是真实看过这个网络笑话啊、嗯，是这样。这网络笑话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大学生，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子去酒店当小姐，你会觉得这个女生堕落。但是如果有一个酒店的女生，她最后去考上当大学生，经历只要前后相反，你就觉得这个女生上进。她这个笑话意思就讲我们就是人的偏见啊。因为最终加起来，反正这个女孩子就是当过酒店小姐的大学女生嘛，所以你就觉得大家社会上如果这两者加起来，大家就有偏见。可是如果你前后顺序对调，你就对这个女生的看法就不同，这就是人类的偏见啊。可是我是真的遇过这样子的一个女孩子，就是说她在酒店上班，然后陪客人喝酒，然后难免一定会有一些摸来摸去什么的没有的。那她相对起来算是一个文静的女生啦，可是就该喝的酒，该被吃豆腐的地方大概也不会少啦，就是酒店生活嘛。可是这家伙大家知道，酒店的小姐一下台就是没有在包厢，就是等一下就中场休息的时候啦啊，他们在休息室里面大部分都在干嘛呢？很多小姐比如说吃饭，然后打牌、抽烟，跟很多人跟男朋友赶快联络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些会忙着跟自己的保姆聊小孩子的事情，因为小孩子要帮忙顾啊，所以不是忙家事就是忙着打牌，年轻一点的忙着娱乐打牌。这位年轻的妹妹，她只要一到了休息室，她就是拿起她的日文狂读，因为她在考日文检定，她在等着她去日文，就是要去日本留学。那她做酒店小姐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她要把她的学费给凑齐。学费凑齐的同时，她还要把日文检定都搞定，她才有办法申请日本学校。她预计花两年把这件事情搞定，她就是要去日本念书。而眼睁睁在我面前的故事，就真的有这个人。真的有这件事情，他就真的去这么干。那我唯一有一件事情没有办法肯定的是，就是因为后来我跟这位小姐失联了，所以我不晓得她后来就是有没有真的去日本念书，这点我就不晓得了。可是真的的事情，你那个画面你看到你会觉得是很神奇哦，就大家在那边哇抽烟啊、骂脏话啊、嬉笑怒骂啊，然后我在那边打牌啦、飙十三支啊，然后一个角落一个女生拿着一本日文检定的书籍，很客戴着耳机，然后听日文，所以那个画面是有震撼我一段期间啊，所以那些过程、那些过往，还有我人生的一些经验，包括我从小就学作文的一些文笔，我前年大前年三年前吧，两三年前，我写了一本书，我写了一本小说。就我希望就是把这些东西汇结起来，不要忘记，所以我就写了一本小说。所以里面有些东西，不能说是真的啊，就是说应该说里面有些东西就是我真实经历的一些感受之后，在家里去融合改变。我一直希望可以再写点东西出来，因为我觉得写作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好吧？好 ，OK， 今天这样差不多讲了差不多50分钟左右。那我刚一开始有讲，一开始前面没有那么多人听到，我讲一下，今天是我的第连续15天的直播。那这连续直播的目的是希望把我的口条，包括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平台，就是这个直播的平台，然后包括我在研究 YouTube 的影片的一些部分，那现在都是靠着直播，后面会有一些有剪辑的部分，然后以及我现在要把这个平台设计成就是双人甚至三人团体的这个直播的空间，包括我现在看到后面我家这个现在就是我家仓库还有大狗笼的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些东西又有人建议我用绿幕 key 掉啦，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
比较温馨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是要开始，包括天喜，包括我们就是开始要有把这个麦克风，我们要再增加灯光，我们要再增加哦，然后把我们的内容再更扎实一点。但我们希望就是说，可以吸引到一些，就是你的生活一定会有很多压力，很多的辛苦的地方，可是我们希望吸引到一些大家都还是有一些良善的地方。那我们初期可能可以互相吐点苦水啦，抒发点压力啦，然后听听我们好笑的事情啦，哈，我们夫妻发生什么事情等等，啊，那长久而言，就希望大家可以至少辛苦，我们可能很难，很多人很难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一定要快乐。我希望我们提供给你们是快乐，好吧？所以这是第15天的直播，明天不确定，哈，不确定，因为我现在要开始进行一些改造，所以我整个的直播平台要先。硬体的部分要全部都移位，全部都要撤掉。那这个工程需要一点点的时间，然后我有一些设备要采购哦，所以可能希望在6月底之前，我们可以陆陆续续完成这个工程。OK，然后最后很不要脸的就是说，工商一下，我的6月25号要办品酒会，好不好？活动很快就会发了，我现在确定场地一些事情啊。那如果在家里闷很久的，希望出来聊聊天的，喝点小酒的，吃点好菜的。6月25号晚上，6点钟，我们办个天喜品酒会。我们一年因为疫情搞了一下，我刚算了一下，我们今年好像才办了3次吧，这次算第3次，就真的有够稀少的啦。这个疫情真的是害死大家啊。OK，好，今天就这样子喽，各位好人们，晚安，祝福大家都开心快乐。